以前这边非常多的蝴蝶，各式各样，到处都是。但就是今年，一只都没了。他们想找的就是这一只金翅灰凤蝶，市价十几万欧元。蝴蝶谷在哪？只有阿西人知道。阿西人的秘密，传女不传男。现在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女人叫阿龙。他很残暴的。我得在360个小时之内穿到岸上。逃啊！你一定有事情瞒着我。我像骗子，这样啊？好吃吗？是青蛙卵。如果你要娶我姐，就得跟伙夫单挑。你给我说实话。理论上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有命。看吧，我就是送。理论上来说，你也有命。明明。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你们来干嘛？抓紧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怎么没有蝴蝶呢？一只都没有。只要你告诉我你的秘密，雾就会散开。蝴蝶选择了你，你是被祖灵祝福的人。抓紧，别松手。里面，你在摩天轮上许的什么愿啊？我不会让你回到这里。我只是个骗子，需要什么证据？李明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我的妈呀！